春夏之交的羌塘草原生机勃勃，这是一年中藏北高原的生灵们最活跃的时光。在这个万物复苏的季节，青藏高原的雪山、冰川、湖泊、草原和野生的动物、植物经过冬眠后开始慢慢苏醒过来。早已习惯了极寒之地恶劣气候考验的藏羚羊，选择在这个短暂的回暖期产崽。出生的小羚羊在母亲的陪伴下悠闲地沐浴着阳光，玩耍嬉戏。他们丝毫没有察觉到一匹野狼正在悄悄逼近。出生还不到一个小时的小唐杰正欢快地探索着自己的新家，对身边一切表达着出生的喜悦和好奇。野狼潜伏着靠近小唐杰，并盘算着最佳狩猎距离。突然，他不再伪装掩饰，直接猛冲了过去。危险降得如此突然，毫无经验的小唐杰只能惊恐逃窜，一幕惨剧即将上演。弱肉强食是草原上的生存法则，周围旁观的藏野驴、藏沙犀和吐蕃鼠早已麻木，秃鹫就在不远处伺机而动，等待着分享野狼的午餐。小唐杰在狼口中拼命挣扎，疼痛和恐惧让他剧烈颤抖，不断哀鸣。求生的本能如此强烈，以至于不可思议的事情竟然发生了。野狼停止了撕咬，奇迹般地放开到嘴的猎物。小唐杰竟然幸运地躲过了生命中第一次惊心动魄的劫难。也许是命运之神的眷顾和护佑，让站在食物链顶端俯视一切食草动物的野狼最终产生了放过小唐杰的善念和慈悲。这是草原上难得一见的奇迹。惊魂未定的小唐杰在妈妈的安慰下渐渐恢复平静。狼口脱险的惊险经历让他深深感受到了羌塘草原上时刻潜藏的生命威胁。像他这样的藏羚羊宝宝能够在残酷的自然环境中健康长大，是一件异常艰难的事情。
未来八年，只有人类生命十分之一的旅程，小唐杰除了要面对羌塘草原极端恶劣的气候，克服食物匮乏的饥饿，抵御各种疫病，他还要学会保护自己，不被群居的同伴踩伤和撞伤的同时，还要时刻提防狼、藏棕熊、雪豹、猞猁等天敌的捕食。昆仑山脉、唐古拉山脉和冈底斯山脉合围而成的巨大盆地被称为羌塘草原，其中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总面积298,000多平方公里。这里不仅是野生动植物的天堂，同时也是一个具有丰厚沉积层的文化沃土。羌塘草原深处，西藏自治区双湖县东北部87公里的普若岗日冰川，平均海拔6600米，是地球上除南极、北极之外最大的冰川，被誉为世界第三级陆地冰川，位于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海拔高度6621米的格拉丹东岗加曲巴冰川，是亚洲最长的内陆河流长江的发源地，与普若岗日和格拉丹东岗加曲巴两大冰川遥相呼应的木嘎冰川，位于尼玛县的境内，终年白雪皑皑。色林措、纳木措、扎日南木措、当惹雍措四个总面积超过6000平方公里的湖泊，静静孕育着这片广袤高原的生灵。在时间的长河中，雪山、冰川，还有众多的湖泊与环绕的山地，日渐在羌塘形成了特殊的高寒湿地生态系统。这片位于青藏高原北部，让人类望而却步的极地荒原，一直都是野牦牛、藏野驴、藏羚羊、雪豹等20多种高寒野生动物自由生长的乐土。千百年来，它们在这里生息繁衍，从未改变。羌塘它的这个意思是什么？然后呢，很多人认为羌塘羌就是北部的荒野的那种啊，就这么理解。但是我们现在认为它不是北部的荒野，它是一个巨盆，羌就是一个大大的、巨大的一个巨型的这种来描述这个一个盆地，所以就巨盆。我就举一个例子啊，比如说羊巢雍湖旁边南喀斯县境内。然后在那个地方叫有个泼墨羌塘，它那个位置不在羌，不在这个北部，所以这个羌塘是一个巨盆。藏羚羊它有一个行为啊，就有一个迁移的行为，有一个迁移的行为。有人说迁徙，但是这个迁徙应该套在这个鸟类上，或者是其他，但是对这个哺乳动物而言，主要用的什么呢？西藏大学理学院生命科学系教授米马旺堆，目前是西藏研究青藏高原高山草地生态系统和高山哺乳动物领域的专家。或者是南部这一块，那你说成一个羌塘的话，就有点奇怪，是不是？米马旺堆1990年来到西藏大学生命科学系，除了教学育人，他还把更多目光投向了高山之上的藏羚羊。藏羚羊的种群和数量，藏羚羊的分布和习性，藏羚羊的生长环境和地理特性，这些都是他长期关注和思考的问题。他常常把自己的思考
总结为学生们喜欢的知识，在一次又一次课堂上教授给不同的学生。等到这些学生毕业以后，他们会把更多对藏羚羊的关注和保护传递给更多的人和更远的地方。2500万年前出现在青藏高原的藏羚羊，今天已经成为了羌塘草原上数量最为庞大的主人。20世纪末期，中国政府全力投入的各级保护措施，已经把藏羚羊这个只能生活在世界屋脊的独有物种，繁衍到了现在的20多万只。它们自在地生息于广袤的羌塘草原上，形成了北部、东部、南部、西部四个种群。上世纪90年代初期，中国内陆最大的濒危野生动物及荒漠生态系统自然保护区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成立，从此越来越多的野保员来到了这里，担负起了保护野生动物种群的职责。几乎每一天，他们都忙碌在巡逻、观察和救助的路上。然后这个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个概，它的这个概况是什么呢？是一个全世界第二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第一个是格林，就在那个冰岛，还好几个国家冰块的一个生态系统里面。但是从这个陆地这个生态系统来讲的话啊，最大的第二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就是这个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幸运从野狼口下逃生的小唐杰快一个月大了，他慢慢适应了热毡塘从早晨刮到深夜的狂风和一直在0度上下浮动的低温。尽管河谷湿地的很多小草才刚开始冒芽，但他还是在妈妈的引领下认识了家族成员们都爱吃的紫花针茅和苔草，也学会了辨认各种营养丰富的菊科和豆科食物。从野狼口中脱逃的经历让小唐杰拥有了比别的小藏羚羊更多的勇气。他总是瞒着妈妈偷偷跑到家族队伍的外围去观察信步闲走的野牦牛、藏野驴，偶尔有的时候他还会看到藏羚羊家族的天敌藏棕熊和雪豹在远处虎视眈眈。明天小唐杰将和家族队伍一起开始生命中的第一次长途旅行。妈妈告诉他，他们将要迁移到150公里以外的南方，那里是妈妈和其他藏羚羊妈妈们常年生活的地方。那里比热毡塘的水草更为丰茂，可以让小唐杰和其他小藏羚羊快速长大。北美洲的这个驯鹿，它也有一个迁移的过程。然后你们也看过这个，在这个非洲的这个塞恩盖蒂，它这个蔚为壮观的这个角马的这个迁徙，是吧？然后这个一到这个欧亚大陆，然后呢，这个藏羚羊它的这个迁徙的这个蔚为壮观，跟这个其他这个有蹄类的，那个牛科动物是不一样的。藏羚羊是什么呢？唯一母羊往长高区长途跋涉，然后迁徙的一个物种。清晨的第一缕温暖的阳光洒在扎加藏布，2万多只母藏羚羊带着出生不久的小藏羚羊，沿着世世代代往返迁移的固定路线，向着南方的栖息地出发了。
涉及到这个保护这个，然后呢，这个是属于保护生物学范畴。这个保护生物学范畴里头就有它对物种有一个一种定性，特有种、濒危物种、旗舰物种等等等等。然后呢，这个比如说啊，这个像这个黑颈鹤、雪豹，然后等啊，然后呢，这个包括藏羚羊在里头，被标为那个什么呢？旗舰物种。旗舰物种保护好了以后啊，这个。它有一种伞形的一种结构，这个覆盖完了以后，其他物种，如果你在这个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里面，藏羚羊保护好了，因为它的这个，因为刚才我们，谈了这个迁移的这个路程是吧？然后它的这个家域也好，栖息地的这个范围呢是非常广，然后那个地方如果保护好了以后，它这个底下的物种全部都保护起来。每一年的冬季。当冰雪和极致的寒冷覆盖羌塘的时候，政府各级森林公安和当地的野保员都会行走在巡查的路上。距离小唐杰出生地热毡塘200公里外的鲁马加纳管理站，日夜守候在这里的野保员保护藏羚羊的工作仍然还在继续。2天前，双湖县森林公安局次人洛珠在普若岗日冰川巡逻的时候，意外发现了一只受伤比较严重的小藏羚羊。看看你带着站着，但那做过不给弄到那里的。你给弄了我的弄的，但那咋得吃的多呢？说他别的吧，是吧？你让他弄多少个？他俩动要动。咋得吃的多呢？他也不我咋当，可说他别当。几周之后，受伤的小藏羚羊在鲁马加纳管理站野保员悉心的照顾下，伤势开始慢慢恢复。再过一段时间，他的伤口就会完全愈合，然后回到自己的栖息地。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全世界第二大陆地生态系统保护区，这里的生物多样性极其丰富，拥有高等植物102属、202种，其中青藏高原特有高等植物84种，鱼类6种，鸟类53种，爬行类1种，哺乳动物29种，其中11种是青藏高原特有的哺乳动物。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里有哪些这个特有物种呢？比如说啊，这个濒危的这个野牦牛，然后呢，这个藏野驴、藏棕熊，棕熊现在标为是国家2级保护藏棕熊，然后呢，这个什么呢？藏圆羚，然后呢，这个岩羊、盘羊等等，然后呢，这我们想象一下，这个非洲的这个三节体，然后呢，这个电视屏幕里面也已经看到了很多那种巍巍壮观的这种啊，这个物种有蹄类的物种啊，多样性。我们羌塘这一块是仅次于那边，所以呢，我们这里的这个物种多样性是非常的丰富。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成立后的20多年时间中，藏羚羊种群复苏的趋势也越来越快。在时间的延伸中，
自然形成了40多个藏羚羊交配地和产羔区。每一处藏羚羊产羔区外围几十公里的空地上，政府建起了设施完善的管理站，分布在保护区的每一个角落。这些管理站可以及时救治受伤藏羚羊和其他野生动物的同时，也方便了每一位野保员的日常生活。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刚成立的时候，年轻的热地和其他7名队员就已经来到了这里。寒来暑往，27年过去了，热地和队员们也从青年步入了中年。一直以保护区为家的他们，早已把日夜守望的藏羚羊视为生命中最重要的家庭成员。每一个藏羚羊交配的季节，野保员热地和他的队友们都和往常一样在热毡塘周边巡逻。2019年的冬季，热地和他的队友正在用望远镜查看藏羚羊的交配情况。这时候，另一组巡逻完的队员和热地这一组会合。2018年12月16日，也是藏历的11月9日，已经半岁的小唐杰跟着母亲再次回到了他的出生地热毡塘。这里是目前已经发现的固定几处藏羚羊的交配地和产羔区。冬日里，热毡塘冰冷刺骨的大风无时无刻不在搜刮河谷干燥贫瘠的尘土。尽管此时羌塘最冷的冬天还没有到来，但是每天零下20度的气温和7级以上的狂风，让小唐杰第一次感受到了热毡塘气候的恶劣。年轻力壮、精力充沛的公藏羚羊们正在争夺交配的权利，他们之间随时都有可能爆发一场激烈的冲突。当然不上的，但你唱呢？你唱呢？公里啥些个公里家乡些呢？公里，什么些有些子公就是地啥些那啦啦，他唱嘛就弄些柔柔些这个，大这个你嘛你学啥子？就破门不入，得不着急，他这得不着急，他得有个来啊，不然他就这。叫子叫你什么时间的？那他当保车嘛，就得了多昂长嘛，嚷嚷说说个，那男女都是个啥下的，都姓赵是个，破那讲六个人，六个人热干我做人个的，当俺当村我的他妈，那破木没干啥干嘞，老不讲你我都是听错的。与生俱来的生存本能，
让小唐杰满怀对未知世界的强烈好奇。他穿梭在成年公藏羚羊的中间，寻找着属于自己的位置。看着其他体格健壮的公藏羚羊，小唐杰十分羡慕。他渴望尽快成为他们中的一员。一个月以后，小唐杰就要和母亲分开，跟随公藏羚羊群开始独立的生活。